我觉得可能只能在胜负欲都来了。真的，他吵的要看场。对，我看一下嘛。这里啦，好玩哦。你看吗？就是弹跳船，弹跳船。哦，打的时候然后小心一点，倒的话也没关系。对啊，你倒的话。哎，可以耶。这个很累，就是以为是玩乐，没有很累。这个地方玩骑马打仗开始。 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们一开始抽到骑马打仗开始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们一开始抽到骑马打仗，真的是不知所措，很多机器没有在拍的时候，我们都一直在讨论说，考到哪一个骑马。可以耶，这个很累，就是以为是玩乐，没有很累。而且我们已经进船所有的安全区，没错，这里啊有很多极限挑战，哎，这边怎么了？扭到，因为有些人为了要展现自己的袜子，抽筋，抽筋，我已经流超多汗。哎，对耶，你刚刚一个人，你刚刚已经到处蹦蹦跳跳。对，我好开心哦。这里有很多好玩。还有现在也是有一些关卡，还有闯关湖洞。哇，你是猴子啊？好痛！耶。 我们要招，好听，好，好，快，开始，全力进攻，加油，加油，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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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第一把就输了，换我再当嘛，换我当嘛。他下盘很稳，他看起来弱弱的，我刚刚已经跟他拉一拉啦。他刚刚有点打太极的感觉，他这样拉之后，然后把你往前放，不能轻敌，不能轻敌。等下如果他们一直追我们的话，我们要不要跑？我们要停下来还是要跑？对，说他体力够爆，我们就跑给他们追。可以了吧？效果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吧？我们这样够让的吧 不能背对着敌人，而且你要站到这个位置。站到这个位置。来，你要下来换人，换人，换人。可以，我可以，hold住，hold住，hold住。可以，你。好，好了，后面。下来，这样我背你。 已经 hold 在那边了，他还是不自己自救。当时事情发生太突然，愿赌服输啦。对啦。但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是玩这个游戏。对。我们从头在台中骑马打仗，然后我们真的办到。我厉害。我觉得 amazing， 我觉得那个气话太……我觉得如果能够喝到吴尊晴的饮料更 amazing。不好意思，是你和吴尊晴的饮料。你们吴尊，我借你钱，你再还我一下。 这家饮料很好喝，是不是？对，之前艾伦做网络统计，排行第二名。太感人了吧！我阅读服输啊，手我手还在抖。然后明天早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先去附近的高美湿地，因为高美湿地是海边，对，可以先去高美湿地睡一觉。 然后睡完觉之后呢，去出发日月潭吃海鲜大餐，也中午了。然后假如天气不明朗的话呢，我们就先出发日月潭，然后日月潭完之后再一路往北去到南寮渔港哦。嗯，南寮渔港。对，南寮渔港那边睡觉。气象报道说，12点以前的高美湿地降雨几率是20%，所以其实是可以赌一把，非常有几率是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。大家对我们要有信心，而且我们也渐渐逐渐 转型成一个格斗节目，对，是不是很赞？看一下清水的早餐店，特色的。有一个很酷哎，什么什么什么？它是一个这种拌面啊，我看到了一家了，油锅辣子那种感觉，我有看到那家。这个感觉蛮诱人的。今天天气超好的吧？太好了，是不是就该直接先完成任务，赶快去把那个海鲜睡觉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清水区，要执行我们的任务，但是这里有一家早餐，它是民国53年就开的，老板他大概是2-3点就开始在赶。手擀面，而且听说是大碗找的时候是直接一搜寻第一家跳出来就这个。洗板，好哎，立刻真的了，来这边早餐一定要吃这个，吃饱才好睡。 要看一下，老板，我听说你有个绝技，你可以客制化这个面，是不是？针对那个老人跟小孩，长辈跟小朋友，特殊服务的意思。很少看到有这
种面摊旁边，这里就直接现擀面现煮，哎，对，产地直送概念。上面还有生粉的那种，很鲜。通常这样子的操作有没有？会有两个人，对，一个拉面，一个煮面。但老板好忙哦，一人要分四两，他这边拉一拉，然后再去那边煮面，拉一拉，拉一拉，再煮面。哦哦，我好喜欢哦。这个看着好疗愈啊，好有趣，好可爱哦。再告诉你们，面粉厂就在旁边啊。都超最新鲜，面粉厂就在旁边。哦，这里其实是清水的海底捞，它只是清水的海底捞，而且这面好像有生命一样，对啊，变小了，它会自己自动弹回来，它很有弹性。你看，它是红的。它如果是那个长辈跟小孩要吃的，对，都会拉稀一点，它会看牙口，对不对？对，看牙口。老板，我六岁而已哦，所以我想要吃细面。哎，长得不错哦。今天看好酷哦，自己找钱。良心商店。你要吃吃几十年？我们个人多半都是20-30年以上的老顾客。啊，会长，真的会长，看了我就想吃。吃早餐了，这一碗就是活的面，弹性的，会变大变小，看了心情就很好。真的，我比较想知道。之前是活的，那包煮完会不会死掉？我觉得它上面的酱很特别，麻酱，但是它有点奶奶的那种感觉。它是芝麻加肉燥。它的面的口感跟平常吃的那种硬面或者是干面好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它的面的味道很浓哎，面本身那个面粉的那个味道，好好吃哦。我的这个是稍微做粗一点的，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它里面真的是透明透明的，手感啊，或者是手切的那个形状非常的明显。我觉得它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 Q， 但是它除了有一点点的弹性之外，它还有一点脆口的感觉，然后还有一点生面的那种感觉，各种面的口感在你的眼前里面一直重复播放。我知道了，如果你要吃 Q 的话，你就要点稍微粗一点的，对。真的应该是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对，你每一口，你每咬下去的结束之后，它都给你不同的口感。对，会咬到不同层面。啊，好不一样。对，这个特殊的。它好像跟乐谱一样，然后它有不同的节奏。对对对。所有层次，每一样都有加成，不管是它的肉燥，不管是它的麻酱，甚至连馄饨，都是他们自己现弄的。我觉得是最好的地方在这里。网络上面真的看到很多人推这个辣，辣椒还有蒜头。也是他们自己炒的那种油泼辣，油泼辣子的，而且他们还会加一个超酷的蒜泥耶，蒜泥其实本身里面就有一点点蒜泥，对，但是你可以带额外，而且它是比较蒜水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蒜水，我也蒜水啊，这样子，一生碎啊，香，完全又是提味的那种方式，喜欢吃辣的我就要来一点，而且我发现呢、啊。面店在早上10点可以整间店做生意络绎不绝，而且你刚刚有发现，我们开车开到这里的话，路上其实是没有什么人，可是人却出现在这家店。老板就说这是一个附近的客人都是来这边吃的。哦，他除了面之外啊，馄饨也是手工的，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个是蛮罕见的。哎，馄饨正常都是这样子，对，它有点像那种鱼饺或面饺的那种长条形。这间店的东西都是他们独一无二的，对啊，就是他们的手感啊，或者是老板做的方式啊，外面吃到很鲜，它的馅好厉害哦，皮薄，然后它的馅很扎实，可是它你轻轻这样一碰它一下，它就化掉了，而且它就会散开，对对对，对口感又很够，它就是馄饨店的小红糖包，它里面的水有够多，就可以咬开，然后里面的就爆汁，然后里面的每一个肉都是很有水分，嗯。它是双重身份的概念。对对对。哎，我跟大文每次难得来到一个地方，我们就是要什么都吃，什么都要。所以我们很贪心的点了一个综合。老板他真正做到什么都加，什么都来一点，所以它里面甚至还有猪肝啊、丸子啊、馄饨，超重了，超重，蛋糕也在，真的什么都有。但是我就没有。你是没汤匙？他不但没看过，他还没汤匙，我还没汤匙啊，这里到了。这个是谁？嗯，它看起来跟它喝起来真的不一样，你会以为它很重口，淡淡，差不多10%的肉燥香味，是舒服的。每一桌必点的酸辣豆腐，这是老板的创意料理，是
凉的，对不对？凉菜看起来像麻婆豆腐，一入口那个豆腐是冰的，冰冰凉凉，然后配上那个醋的酸味，整个超开胃的，哇！然后再配上它那个就留在嘴巴里面那个坚果的香气，对，我觉得很棒。花生好香，炒的好香，这是士官长的最爱，这个真的。很赞，难怪大家都有提到这一道。对，好好吃哦。因为老板是说他本来是做皮蛋豆腐，可是因为皮蛋常常破坏坏掉，哦，所以他就想说那就改他们自己家里吃的口味，然后变成超受欢迎。而且他的豆腐是那种比较偏向豆花那种比较脆脆一点点的感觉，不是很绵密的，它吃起来会有一点口感在，它看起来有点红辣，但它其实是比较酸跟开胃大于那个辣度。花生超重要的，因为花生是香，让它整个嘴巴口感是香的。豆腐在我们那滑滑一下就没了。对，还有豆腐最后还留着这个咀嚼的感觉。嗯，这个花生的香气，口味的咸豆花比较有口感一点，每一道都很硬。这个早餐真的是很妙，这个很刺激的。哎，真的谢谢大文在睡午觉之前带我们来这里，是不是？你们大家吃饱之后就可以好好的睡一个饱后困的觉。早餐吃饱饱，午餐睡得好。